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中皮543的直播平台。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谈天说地第70单元。那第70单元呢，我们要来分享一下有样学样的鲁惠公。有样学样的鲁惠公。那在这之前呢，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啊秦文公的故事我们讲了好几次了啊。这个秦文公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哈，这个上帝告诉他了，要祭祀这个白帝，所以他就开始祭祀武帝，原来祭祀武帝了哈，祭祀白帝了哈，这个只有周天子才能做的事情，但是呢，秦文公做了，但秦文公做了之后，其实也不会引起天下大乱，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呢，秦文公呢，他作为诸侯不久，所以这个国家呢是非常非常小的国家，当时的秦国。那一直到有一天呢，这个鲁惠公想要学秦文公来祭天，这时候呢才引起天下的震动。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第70单元呢，就是鲁惠公的祭天。那鲁惠公为什么祭天呢？就是有样学样，有样学样，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第一段这个有样学样的鲁惠公。我们先来看这张图。鲁国呢，它其实是周公旦的封国了，周公旦的封国。那周公呢，对周王室有非常大的功劳，周朝的治理作业呢，都是出自于周公旦。所以周公旦去世之后呢，他的儿子伯禽呢，就到封国去。所谓伯禽救国，那就是成就的救，国是国家的国，就是到他的封国去担任国王。所以呢，这个是在周武王、周成王的时候。那因为周公旦呢有大功于国家，所以周成王呢就特别允许伯禽，也就是周公的儿子呢，按照周王祭天的仪式来祭祀周公旦。所以鲁国呢就有一个特权，这个特权就是说，他祭祀鲁国的祖先呢，他可以按照周天子的规格。那伯禽之后呢，又传了13个皇帝，13个国王，一直传到了这个鲁惠公的手上。那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鲁国的世系图。那到了这个鲁惠公啊，他其实呢，如果是从伯禽开始计算的，他是传了13世；但是如果从周公开始算，他是传了第14世。但是因为周公呢，从来没有救国过了，所以大部分的人呢，学者都认为鲁国的第一任国君呢是伯禽，所以从伯禽开始算呢，这个鲁惠公呢，他是鲁惠公的第十三代孙。在我们在这里面呢，看到右边这张图了，这是战国时代的形势图。我们可以看到鲁国，它的旁边呢，有齐国、有晋国，还有周王室，还有郑国、宋国、陈国，还有这个谭国，还有徐国，还有莒国，这是在当时周公的封的小国家当中呢。那鲁惠公开始鲁惠公的好几个太太，都是出于这个宋国的女子啊，所以呢，他的几个太太呢，都是宋国的这个宗亲啊，宋国的宗亲。那这个鲁惠公呢，在鲁国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奋发图强的国王呢。那我们刚刚给各位谈到了就是鲁国是春秋时代周公旦的封国。那因为周公旦他协助了周文王制定了64卦。所以在易经的64卦当中呢，这个周公旦也尽了非常大的贡献，因为他帮周文王完成了周易64卦的卦序还有卦辞，同时他也是封疆建藩、周朝的治理作业、周朝的中华制度主要的奠基者。所以照理讲呢，鲁国应该作为一个维护中华制度最有力的诸侯。为什么？因为他的祖先呢，就帮周王室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所谓享国800年的基础，但是呢，鲁惠公呢，确实不太相信这一套，所以在春秋的记载里面呢，有关于鲁惠公的卦，还有鲁惠公的卜卦的方式呢，其实一个都没有，所以鲁惠公呢，他其实不太相信这一种鬼神之说了，鬼神之说，但是因为鲁惠公的一个有样学样的政策，导致呢，周朝的中华制度崩解。而他的儿子呢，他的儿子呢，鲁隐公就是作为春秋的第一年，那孔子记载春秋呢，也是从鲁隐公元年开始，
所以通常我们讲春秋呢，就讲鲁隐公元年开始啊，这是春秋时代的开始。那鲁惠公呢，这个鲁惠公的父亲呢，他叫鲁孝公。那鲁孝公呢，当政了25年，在当政25年的时候呢，他快去世的时候发生了犬戎之乱，也就是呢，周平王呢被迫东迁。那周幽王的岳父叫申侯，那申侯呢做了周平王的外公，因为不满呢他的周幽王啊，就他的女婿了。周幽王宠爱褒姒，所以废了申侯，同时也废了太子宜臼，所以他想要为申侯、为太子宜臼复仇，所以这个申王呢，申侯呢，他就联合的犬戎了，来讨伐周幽王。但是周幽王曾经有过一个烽火戏诸侯的戏码，所以呢，当犬戎呢，这个逼迫这个首都的时候呢，诸侯都不来救，以至于呢。这个周幽王被杀在骊山之下。那后来呢，申侯呢就联合了秦文公的父亲啊，这个秦惠公啊，他就立了这个东周。所以东周的建立者呢，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呢是得力于秦文公的帮忙。但在这个时候呢，鲁孝公啊作为周朝最大的诸侯呢他却从来没有派兵去救。那这是前因呢，也就是说周平王呢其实对鲁惠公的父亲呢。鲁孝公其实是有一点点维持的，有一点点维持。那鲁惠公呢，他姓姬，因为他跟姬王朝，他跟这个周王朝同姓啊。他的名字叫做呢，他的名字叫做佛房啊，佛房啊，这个是福房啊，福房。这个福呢是仿佛的福了，就是佛祖的佛，没有这个人字边啊，福这个字读福。那房呢是皇帝的房，加一个三点水，叫福房。那在春秋诸国的国君当中呢，这个鲁惠公呢，他算是呢有为有所的一个国君了，因为他当政很久，他在位呢总共有46年，所以鲁惠公也是一个在位非常久的一个国君了。那鲁惠公呢，在这46年当中，他也没有闲着，他可以说是披荆斩棘精力图治，所以呢，带领鲁国呢不断的向前发展。所以鲁国呢，到了鲁惠公的时代呢，他的国势呢非常的强盛，他几乎有可能成为春秋第一大代的霸主。但可惜呢，他因为晚年的私生活呢太过糜烂，所以呢，他就将霸主之位呢拱手让给了齐桓公。本来他最有机会呢，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位的霸主了，那他后来之所以没有霸主的原因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失误的政策，这个失误的政策呢，就是他有样学样。第二个失误的政策呢，也就是他晚年的私生活非常糜烂，他娶了他的儿子的媳妇啊，所以呢他是第一个抢儿媳妇的一个国王了哈。那所以呢，在终其一生呢，鲁惠公可以说是毁誉参半啊，毁誉参半。在他的早期呢，他确实是精力图治，但晚年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呢就开始呢做了一些呢非常不应该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秦文公10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公元前756年，秦文公呢在这个户籍这个地方呢来供奉白帝。供奉白帝呢，他用三牲用这个马牛羊，用三牲来祭祀白帝。那这一年也是鲁惠公的13年，也是鲁惠公13年。所以秦文公呢用天子的仪式来祭祀白帝在晚上祭祀白帝，这个消息没有多久了诸侯都知道了。那这个消息很快的传遍了东周的时代的这些国家。那周平王当然听到了这个消息了，所以周平王就派人去问秦文公，说你为什么要祭祀白帝呢？祭祀白帝只有我才能做。那秦文公跟他说了，他做了一个梦，祖先呢告诉他一定要祭祀白帝了不然有大祸临头我也知道了，这个祭祀白帝只有周天子你才能够做到，所以我只敢在晚上祭祀白天我不敢大规模的铺张的祭祀白帝因为秦文公的父亲对这个周平王有非常大的功劳了加上了秦文公说的话又说他做了个梦梦见了这个他的祖先告诉他，如果不这样做了，可能有大祸临头所以呢周平王就说好吧，那你就这样做吧那我就假装没看见了所以呢，周平王就没有再怪罪这个秦文公了。但是这个消息呢，一样被当政的鲁惠公听到了，那鲁惠公一听到说秦文公祭祀白帝他当时的国力比秦惠公比秦文公强很多，他就想说，我那么强大一个鲁国都没有在祭祀白帝，你凭什么祭祀白帝呢？
所以他就让自己的使臣呢、啊，就到了洛邑，到了洛阳，到洛阳呢，就去朝拜了周平王，跟周平王正式上表，说秦文公可以做这件事情，我也要做，所以请周天子准许我用祭天的礼仪呢，来祭祀，来祭天，来祭天。那这次呢，我们知道，那周天子呢，因为周平王呢，看到这个鲁惠公的上书了。心里不太高兴，为什么不太高兴呢？老子当年有难的时候，你袖手旁观了，你袖手旁观。现在呢，你居然想要跟 来跟老子讨封赏，秦文公跟我什么关系？他的父亲呢，曾经帮助我建立了这个周王室，周王室，你算哪功臣哦？你怎么可以来跟我做这件事情呢？所以呢，周平王就训斥了使臣一顿，就不意思是不同意鲁惠公了，有样学样。所以鲁惠公呢，接到这个封信的时候，措辞不是太完美的措辞啊。所以鲁惠公一看这个气呢，就非常气。他说了，他就认为啊，秦文公是什么东西呢？他跟你，他又不姓姬，我才姓姬啊，秦文公还姓嬴，跟我们不同姓。说实在的啊，鲁国比跟你周王室比较亲呢、啊，而且你周王室这个所有的祭典，哪一样的不是我的祖先周公旦所做的呢？那。我的祖先做了这些礼乐制度，为什么我不能够祭祀呢？真是岂有此理！所以他看了这个措辞之后，他就非常不开心了，他也就不管周平王怎么说了，因为他当时的国力非常强盛啊，国力非常强盛啊，所以呢，他虽然被这个周平王呢训斥了一顿，但是这个鲁惠公也不是省油的灯了，所以说干就干啊，所以呢，他就开始来祭祀这个。用天子之仪了，来祭祀上帝，来祭祀上帝。然后呢，周平王呢，这个鲁惠公心想着，大家都在说了，你的王位得来了，这个不是很公正，听说你的父亲呢、在骊山被杀了，就是你的阴谋，所以你其实有弑父之嫌呢、连你自己都做不好呢，礼乐制度，你怎么用你的方法来告诫我呢？你自己也是所谓上梁不正了，下梁歪。你自己的德国都不是太正，都还是值得人家怀疑。你的父亲究竟怎么死的？难道不是你勾结的外人把你的父亲杀害的吗？你的父亲即使不是死于你之手，也是被你所害。所以你一个弑父之君呢、怎么可以来说我呢？所以呢，这个鲁平王呢，越想越气，越讲越气了，所以就不管周平王的命令了，所以他就一样开始来祭祀。用祭天的排场，而且呢，他为了让周平王知道他的厉害，所以他就在白天的时候大张旗鼓的用周天子礼仪了来祭天，周天子礼仪来祭天。这下呢，周平王马上就知道了，一听到呢，这个鲁惠公啊，真的岂有此理！我叫他不能这样做，秦文公还只敢在夜间晚上偷偷做，你居然白天呢大喇喇的做，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所以非常气愤。非常气愤的准备派兵去打这个鲁惠公，但是呢，因为秦周王室呢，当时呢这个兵力太少，他想要调动诸侯国的部队呢去攻打鲁惠公，但是呢诸侯国呢都不甩他，秦国呢好像也不太妥当，为什么？因为秦国自己来祭祀皇帝，祭祀上帝，所以呢周平王呢气虽气的，但是对鲁惠公呢却是莫可奈何。但鲁惠公一看、周平王居然对我莫可奈何了，他更加嚣张跋扈，更加洋洋得意，说你看连周天子都奈我无可奈何，都对我无可奈何。所以从此以后呢，周王室的势力呢、就变成一个白纸一样，也就是他的王室的力量、就慢慢的衰落。为什么呢？连自周建朝以来最支持周王室的鲁国了、都这样子干、都完全不敢不顾宗教礼法，而且呢，鲁国呢还是当时周平王呢，这个亲口答应他呢，可以用祭天的礼仪来祭祀他的祖先，但是呢，这只是限于祭祀他的祖先，并没有说祭祀上帝。他居然呢不顾礼法呢，用这套礼仪来祭祀上帝，真的岂有此理！所以呢，当时的天下就开始变得非常不平。鲁惠公的原配呢？他叫了鲁惠公的原配是宋国的一个国王的女儿，但是这个国王的女儿呢，她是庶出的，所以这个人叫孟子，孟子呢跟这个孔孟的孟子呢，他其实同样的叫两个字一样的写，
这个孟子呢，就是一个女孩子了，她的这个她的王后，她的国，她的这个诸侯，诸侯国的王后了，这鲁国的王后。但是这个孟子呢，身体很不好，身体非常不好，身体不好，所以呢，没有孟子嫁到鲁国去，嫁给鲁惠公之后，没有多久，孟子的去世了。有一个陪嫁的女子，这个陪嫁的女子啊，叫生子，声音的声啊，陪嫁女子啊，却为鲁惠公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就是却为鲁惠公生下了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叫做席姑啊，这个席姑，席姑呢长得非常聪明，非常高大，而且呢非常有教养，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所以呢，看着席姑慢慢的长大，长大之后到了席姑呢，已经可以论及婚嫁了。当时呢，这个鲁惠公想着自己来日无多了，赶快为这个唯一的儿子了，他这是他的长子了，还有一个孩子呢，叫做师氏，是据说是师姓的祖先了。那他就想说帮这个席姑呢娶一门媳妇，所以他就又到宋国去要女子。所以当时宋国的国王叫宋武公，宋武公有一个女儿长得非常非常漂亮啊，这个女儿叫仲子啊，仲子是一个人字啊，这个仲啊，仲子啊，叫仲子啊，就把这个仲子呢就许配给了这个鲁惠公的儿子啊，就是席姑啊。当这个新娘轿子呢从宋国呢抬到鲁国的首都的时候呢，当揭开布呢一看呢，鲁惠公吓一跳，想不到这个儿媳妇长得那么样的漂亮。所以一时呢，就觉得说啊，这个女子怎么反而被我儿子当媳妇呢？所以他就觉得非常可惜了，所以他就叫人呢把新娘抬到自己的房间去。所以呢，本来要当儿媳妇呢啊，最后就当了鲁惠公的妾。但是没想到呢，这个仲子呢又帮鲁惠公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大概还不到一岁，鲁惠公就去世了。但是呢，鲁惠公当时为了娶他这个儿媳妇了啊，所以曾经呢啊下令啊啊，就说这个是我要娶来当皇后的，所以呢，仲子就变成皇后。那仲子的孩子呢，按照周朝的礼法制度呢啊，他就变成嫡长子了，变成嫡长子了。啊，还了原来的这个生子所生的这个媳姑啊，虽然已经长大成人了，可是他却变成庶子了，变成庶子。所以按照当时周朝的中法制度了啊，这个鲁惠公死了之后呢，应该是他的嫡长子，也就是呢这个仲子所生的这个孩子呢，所生的孩子被立为太子。这个孩子他单名叫允，允许的允啊，叫姬允啊，姬允。所以姬允呢就被立为国王。但是当时因为这个姬席姑这个人呢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帅，而且呢非常懂得礼法，所以大臣们纷纷上表。要建立呢，这个能够呢，拥戴这个席姑来当国王，但是席姑认为说他是庶子，虽然呢，他的老婆被他爸爸抢去了，然后他老婆生了儿子之后呢，却变成嫡长子，而这个儿子呢，却只有一岁，但是鲁隐公呢，这个人非常孝顺父母，他说父母有命呢，我不敢违背，所以呢，大家叫他做国王呢，鲁隐公就不愿意做国王了。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折中，也就是说摄政王。所以这为什么叫鲁隐公的由来？因为隐公的意思就引起来的国王啊，按照东春秋的事法，所以鲁隐公其实当时当了作为摄政王啊，作为摄政王啊，他等到摄政了十几年之后呢，这个姬允呢长大了啊，姬允长大之后呢，有一个人呢就跟姬允面前呢说坏话，说你的弟弟，你的哥哥。长得又得民心，又非常贤惠，将来呢可能要杀了你，所以呢不如你现在杀了他吧。所以呢姬允呢年轻事浅呢，就相信大臣的话，所以就派了一个刺客呢把鲁隐公给刺杀了，所以鲁隐公就这样子死掉了，就这样死掉了。这个姬允呢就变成第十五代的国君，叫鲁桓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常常古代的这个从这个鲁惠公以后呢，鲁国就陷入了纷争不断啊，父子相残或者是兄弟相残的局面呢，一直在鲁国呢发生。加上祭天的问题呢，让鲁国呢完全是失去了周朝的法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君王、年轻的时候非常有为，英明果断，晚年的时候呢、这个非常昏庸、非常淫乱。那鲁惠公呢、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君王、他年轻的时候让鲁国国力不断的提升，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他却呢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做了一些呢、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呢仲子呢、他的就变成皇太后了、变成皇太后了。那仲子呢成为袭姑的后母，他本来是应该是袭姑的新娘了、但是他后来却被他的父亲抢去嘛，所以呢这个仲子呢就变成他的这个后母，也就变成皇太后。但是呢袭姑呢、他非常尊重礼法，就是对这个庶母也不敢乱来、虽然他长得非常漂亮，所以当时鲁国人都觉得很奇怪，说到底这个国王到底是谁呢、到底这个皇后呢、皇后跟国王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一下子是他老婆，一下子又变成他的妈妈呢、就觉得很奇怪。所以在当时呢这个姑媳跟他的这个后母啊仲子之间呢、还有跟他的弟弟啊、这个姬隐之间呢、这种关系、没有几个人知道，就觉得总是觉得非常隐晦非常隐秘。那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不光荣的过去了，那一个国王呢抢了他儿子的媳妇呢、生了一个孩子，在当时觉得说这好像是不太见不得光，所以这当时这件事情是隐而不明的、隐而不明。所以在惠公的死的时候呢、在惠公死的时候就鲁隐公来执政。那鲁隐公执政的时候呢、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鲁惠公呢跟这个周平王有仇嘛、所以呢当鲁惠公的死讯呢送到周平王那边去的时候呢、当时呢、这个国君死的时候呢，然后呢根据当时周朝的礼法呢、必须要在五个月之内下葬，要在五个月之内下葬。但是呢所以呢鲁国全国上下都在等什么呢，都在等着国君的一个表扬状。当时国君的表扬状、当时国君的表扬状，也就是国君呢要送一个东西给他、那要送这个东西给他，就是这个叫凤、就是这个凤呢、它这个字的写法呢是很特别，它一个背，然后下旁边是一个这个感冒的冒凤。那送什么凤呢？根据当时周朝的礼法，国中去世的国君去世的时候呢，周天子要表扬国君的功绩的、会送两匹马，然后会送五匹的布，这个布绢。那布绢里头五匹里面有两匹是玄黑色的，那有三匹呢、是这个所谓浅黄色的，有点偏红的这种布匹，来当作呢铺盖在棺木上面，来当作呢这个国君的盖棺论定的一个象征。所以鲁国呢就一直在等着周平王送这个东西来，但是一年等了五个月，周平王就没送来，就没送完。所以呢因为当时周朝的制度呢，这个国君下葬一定要在五个月之内呢下葬，所以最后鲁惠公就无奈的下葬。鲁隐公把他的父亲呢鲁惠公下葬之后没多久，结果呢周天子的这个礼物来了，所以周天子呢就拖了 两台车、牵了两匹马过来、非常高大的两匹马过来，同时又驮了五匹的布帛过来，就整整晚了一个多月、同时附上了一封信。这封信说这个寿礼啊，这个寿礼啊是给谁呢？是给你的父亲呢鲁惠公，还有呢仲子的。仲子是谁呢？仲子是鲁惠公的老婆嘛，所以他不仅连老公的这个葬仪，老公的这个葬仪都送来了，连国君老婆的葬仪、也送来了。但当时呢仲子其实还年轻貌美，还没有死。所以鲁隐公觉得说真的岂有此理，岂有这侮辱人，简直侮辱了那么样的盛大、那么样盛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有样学样的鲁惠公呢、导致鲁国呢在争霸不成了，变成内乱不已的、内乱不已。所以第一段里头我们跟大家分享、有样学样的鲁惠公，有样学样的鲁惠公。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礼乐崩坏，周室衰微。谢谢大家收看。